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，宇宙护卫队之钢甲霸王龙，赫陀和克隆手环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核桃梦歌舞剧院练习生选拔。好了，开始你们的表演吧。多吃蔬菜和水果，多喝白水，多运动。肚子吃得圆鼓鼓，我要自己来瞅瞅。他们可真会跳。我其实我不会跳舞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站住！你不参加选拔了吗？我没信心能选上。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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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太难听了！他们竟敢嘲笑你的歌声！快用克隆手环复制出另一个霹雳！克隆手环。竟敢踢我！交给你了，霹雳，我得先休息会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彩虹。大家好，我是彩虹。大家好，我是彩虹。你们觉得哪个感觉更好？彩虹，你已经试了几十种风格了，我们觉得你还是正常一点比较好。那可不行，第一次网络直播，我一定要把最完美的状态展现给大家。对了，我来查查网络观众最喜欢的主播风格。数据显示，网络直播时56%的观众最喜欢嗲嗲的主播风格。嗲嗲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彩虹。不，这不是彩虹，这肯定是别人。彩虹，你应该相信，你平时的样子就是最好的。有肉。是赫陀琪琪。突然出现了两个霹雳，大家都被吓坏了。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核桃梦歌舞剧院。宇宙护卫队，出发！风暴力量，闪电飞风，彩虹能量，百变流星。大家别害怕，我们来了。有两个霹雳，两个霹雳。流星，你和我把居民们送到安全的位置。彩虹，你和闪电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群众。是。霹雳来了。又是霹雳，还是霹雳！哎呀，怎么到处都是霹雳呀？兔经理，跑呀，快跑啊！我再跑啊！
往旁边跑啊！我来了！是灰队，琪琪，跟我走！小冉，小一点！琪琪，是我，宇宙护卫队的彩虹。对不起，我一紧张就……我先带你到安全的地方。想走？先问问我们同不同意。没错，我们不同意。琪琪，你先跑。啊，快跑！往哪儿跑？怎么又踢我呀？赫陀生性胆小，害怕时会发出恐怖的攻击行为。琪琪，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抓住他们！琪琪，琪琪，好样的！我的手！不好意思啊，见过见过。我和你们没完。没错，我和你们没完。彩虹能量，我来帮你把泡泡打破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都是你们害的。尝尝我的大多吧。琪琪，跳开。我不跟你玩了。彩虹，你真厉害。嘿嘿，小赫陀。彩虹，对不起，我一紧张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踢腿。你随便一踢都这么厉害，证明你真的非常厉害。琪琪，你应该相信你自己。谢谢你的鼓励，我会努力的。是你这个假霹雳把我打飞到这里的。没错没错，不对不对，是那个赫陀把我踢飞到这里的。看，他们在那儿，有说有笑的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！不是说不打了吗？假霹雳，你们彻底激怒我了！晴天霹雳，召唤霸王龙号！晴天霹雳，克隆手环！这下你们害怕了吗？小一点，快保护琪琪！哇，好棒啊！小一点，琪琪，跟上我。想跑？看我的电磁脉冲！这边！看你们往哪儿跑！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厉害吧？厉害吧？看好了！看我的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马兰开花。二七一，二五六，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，三五六，三五七，三八。他们玩得好开心呀！四五六。
你们没事吧？走开！我的拳套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琪琪，小一点，我想到对付霹雳的办法了。你们配合我，替换霹雳的克隆手环。可是，我可以吗？琪琪，我相信你是可以的，你也应该相信自己。嗯，那我就试一下。不许说悄悄话！琪琪，机会来了，悄悄地绕到霹雳后面去。嘿嘿，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！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！你们太弱了，根本打不到我。什么？你竟敢小看我！就是打不到，就是打不到！你气死我了！假霹雳最强一击！就是现在！哇！什么？又把我的手环击坏了！彩虹能量！琪琪，最后一踢，看我的吧！我也来帮你！晴天霹雳的太棒了，琪琪，好样的，自信的女孩是最棒的，谢谢你彩虹。占领地球。勇敢的护卫队，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。闪电风暴彩虹，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危机时刻为你出现。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，勇敢出发，全速